学，请看浙金刚省寄送第一首。二是妙色那诺言浙金刚省成佛威力，普观一切浙金刚省众，二说颂言。这一段经文呢，是设祭的仪式啊。我们在《华严经》里面看到，不论是菩萨、声闻、缘觉、天神啊，这一切九法界里面的神明，他们对于一切众生的尊敬、爱戴，几乎都是相同的，而且呢是平等的，是亲近的，很值得我们学习。我们如何能把这些教诲落实到自己日常生活当中，处事待人接物之处？他们的谦虚，我们从成佛威力这个心态上体验得出来。他们对于一切大众的尊敬，从普观明显的教导我们，这样的经文在《华严经》里面不断的重复。实在讲，我们六道凡夫啊，业障习气深重啊，常常把这个事情啊疏忽掉了。学佛四众同修不是不知道啊，提起来都晓得，在讲台都会讲啊，可是下来讲台境界现前呢，往往啊忘失掉了，由此可知业障之重。现在我们来看寄送第一首啊，如因观法王，法王法如是啊，色相无有边，普现于世间。这首偈可以代表杂神众。智金刚身在赞颂里面的排列是最后一位，第十九类。在前面介绍他排名第一啊，在赞颂他排名最后，这里面都是表法的一曲，我们要懂。
我们凡夫如果在一切场合当中把我们的排名排在前面，我们就很高兴，排在后面我们就很难过。你看看智金刚身排在前面也可以，排在最后也可以，这个意思我们要懂啊。这是在教什么？我们在这经文里头学到了些什么？在这个里面，我们要懂得什么叫平等法。它所显示的就是平等法。恭敬谦让，起心动念，一切作为，没有别的，利益众生啊，教化众生啊，众生害了些什么病啊，他们用这种表演让我们看到在这里起觉悟。他的赞颂，也就是他的修学报告，这个话说得好啊，如应观法王，法王是诸佛如来啊，是世尊，于法自在呀，王是自在的意思，你在一切法里面得大自在了，再称之为法王。法王法如是，如是两个字的意思深了，太深太广了。那么用现代的话说，法王之法就是自然的运行，一丝毫的造作都没有啊。我们今天讲啊，随顺自然啊，佛家的术语讲法而如是啊，法而就是自然而然。我们的麻烦出在哪里呢？我们的麻烦是有意思在里头，加一丝毫的意思在里面就不自然。在哪些地方呢？穿衣吃饭，日常生活，点点滴滴，如果是法王之法，法王之法是说佛法啊，你真的是学佛，你真的是随顺佛法，那就是自然啊。你的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点点滴滴，没有一丝毫的妄想分别之处，就如是了啊。有一丝毫自己意思加在这里面，就不如是了。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，我们要懂得在这个里面学习。
六根戒除六尘境界，无论是顺境是逆境啊，是善缘是恶缘啊，善缘是善人呐、啊，恶缘就是常说的冤亲债主啊。一切能顺应自然的，这是佛法啊，不加丝毫意思在里面，这就是佛法啊，加一点意思在里面，给诸位说就不是纯粹的佛法了啊。为什么佛的心永远是清净极灭人王经上讲的无人菩萨了，佛的是佛的果位是极灭人呐、啊，比无生法人还要超出啊！人王经上无生法人的菩萨是七地、八地、九地，七地是下品无生人，八地是中品，九地是上品啊！再往上去呢？极灭人，法云地的菩萨是下品的极灭人，等觉菩萨是中品，如来果地是上品，没有丝毫意思在里头啊！那么这叫修福。就在日常生活当中学习啊，什么都能够顺其自然，这最健康的啊，这才具足圆满戒定慧三学，具足圆满觉正净三慧也，三宝啊，色相无有边，普现于世间啊，色相普现在一真法界，普现在十法界啊，一真法界跟十法界不二啊，妙色那罗延金刚神他见到了，他欺辱了，当然他是诸佛如来的化身，他不是凡夫再看第二首，佛身一叶毛，光王不思议，譬如近日轮普照十方国。这是日轮俗集床之金刚身他的赞颂，他修学的法门是佛身夜夜毛如日轮现种种光明云啊，从这个地方证无上道的啊，他把他的心得以寄送啊向大众报告啊，我们听了应该如何去学习啊？佛身一叶毛，光王不思议啊？为什么呢？
一一毛都如热能，啊，都像太阳一样放光啊，全身放光。啊，第三句是比喻，啊，譬如净热能。第四句是讲它的作用，普照十方国。这里面含义很深，我们怎么样体会，怎么样学习？首先要明了，性相不二啊，性相一如啊，佛身毛孔毛端都是属于色相，色相称性，自性本具圆满的般若智慧，圆满的德能，我们常常赞佛万德万能，圆满的相好，这是自性的大德，性德在哪里呢？就在性相上，无论是大相，无论是细相，身体这大相，身体某一部分是细相，无不圆备呀，圆满具备呀。即使在一根毫毛里面，也充满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德相。前面跟诸位说过，我们见不到，是因为我们有烦恼，盖覆了自性。啊，到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将烦恼断尽了，障碍消除了，这个现象你就能体会的，你就能见到啊。所以自己成就就是成就十方一切众生，普照十方国嘛。我们是凡夫，我们从哪里下手，如何来学习？实在讲，那个学习在觉迷之间，我们学觉就对了，迷了就错了。啊，我们从哪里入门呢？修清净心，把我们的虚伪转变成真诚，把我们的污染转变成清净，把我们的功高傲慢转变为平等，把我们的迷惑转变为正觉，把我们自私自利转变成慈悲就行了，从这里下手。改心呐，转念头啊，从这下手啊，在四相上
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，后面这十个字啊，是前面转念头的落实啊。你的心没转，念头没有转，后面这十个字你做不到啊。换一句话说，你还是看不破啊。看破是什么呢？真明了宇宙人生真相，真明了了啊。放下是不再把这些事情放在心里了，回归自然，返璞归真啊。我们日常生活的心态自然是自在随缘啊。念佛求生净土，这一生圆满成就。菩萨这一首赞颂的大意如是啊。再看第三首，如来神通力，法界悉周遍，一切众生前示现无尽身。这个话是真的，一点都不假。如来的神通力不需要作意啊，不需要有意现什么神通，有意思佛不作意，完全是自然。法界悉周遍啊，这是说佛的能力，也是自信的能力，自信本能，周遍虚空法界。这个大经上说，虚空法界刹土众生，从哪里来的呢？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。无尽身啊，身是相啊，在我们众生的面前，帮助我们破迷开悟啊，帮助我们超凡入圣。问题是我们能不能觉察，也就是能不能看破啊。看破是什么？看清楚了，看明白了与一切法里面呢，觉悟了，不再迷惑了，这叫看破。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无非信得示现啊。所以菩萨成正觉的时候，成正觉就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这个时候他突然发现了，发现什么呢？大地一切众生
同尘佛道啊，忽然之间呢，发现了《华严经》上讲的“情与无情，同源种智”。《华严圆觉》里面所说的一切众生本来成佛，这真的看破了啊！本来成佛，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？本来具足究竟圆满的智慧德能相好，这叫本来成佛。一根汗毛也没有丝毫欠缺，一粒微尘也没有毫分短少，发发圆融，发发圆满了。你要问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，相分即是性分，性相一如，性相不二啊，自心周边法界，法相里面的性德当然周边法界。相随自心，所以相也周边法界。本来就是如此吧，啊，这个是事实真相啊。我们对于这事实真相是一无所知，我们所了解的是幻想、妄想，不了解真相啊。啊，这些事情，往后这个大经里头还有许多次的详细说明。这一次不能够理解，不能够悟入，没关系，后面还有机会，机会也多得很。啊，这个身示现无净身，无净身就是清净法身。啊，如果你要觉悟了，你要其如了，那你就是真的发生了。正发生在华严经上的位次至少是圆教初住，不但永脱六道啊，永脱十法界了啊，那真是大成就啊。再看第四首，如来说法音，十方莫不闻，随诸众生类，悉令心满足。第四位金刚护法，清净云音之金刚身，他所修学的法门是得无边随类音，所以赞颂里面讲啊，啊，如来说法音，如来是
圆满因呐。什么叫圆满因呢？有障碍就不圆满了，无障碍才叫圆满。所以佛以一因而说法，众生随类故得解，九法界众生真是无量无边呐！每一个众生听佛说法，他的感受是什么？佛所讲的是我自己的语言，这才叫圆满因呐！我们中国人听，哎，中国的国语啊，广东人听，他讲广东话啊，日本人听，他讲的是日本语啊，畜生听，他讲的畜生话，魔鬼听，是鬼道的言语，不可思议啊。这个说法在从前真的一般人难以相信，现在科学技术发达，发明了机器来翻译，国际会议上现在使用的这个，我们中国人翻作译译风啊，你戴上耳机，你听起来呢，这个机器直接给你翻译，把说话的那个人的言音呢，翻成各个不同的言语，这给我们做了个证明啊。机器能做得到，佛菩萨哪有做不到的事情啊？所以科学给我们做了证明啊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但是设法莫不闻，这个现在机器还做不到。随诸众生类，悉令心满足，这个也机器做不到。可以把不同的语言翻成自己的语言，这一点能做到，其他做不到。为什么呢？佛的言音里面充满了智慧，智慧的言语啊，德能的言语，向好的言语，这是凡夫做不到的了。不但我们做不到，天神也做不到，尤其是应机说法，习令心满足，这是应机说法，众生根性不相同，爱好不相同啊，欲望不相同啊，佛说法了，能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啊，你心里需求什么，佛都能帮助你得到什么，佛讲的是正法，
啊，可以满足你的愿望。而帮助你远离烦恼习气，这是佛法。你想发财，佛可以帮助你发大财，这里头绝不夹杂贪嗔痴。真的帮助你发大财，因为佛懂得财富是从哪里来的，财富是从修得来的呀。这个话是给讲，是对六道凡夫讲的啊。为什么呢？你没见性，如果见性呢，那另当别论了。自性里头本来具足无量无边的功德财宝啊，显示出来的。华严大家读得少吗？无量寿经上念得多吗？弥陀经上念得多吗？你看西方极乐世界的一真庄严，无量无边的财宝啊，经上讲的话是真的。我们这边的黄金看得非常贵重啊，人家黄金是铺地的啊，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是铺马路的啊，我们铺马路用的是什么？柏油人家铺马路是黄金，你才晓得那黄金多少。我们今天一点点宝石啊，做成首饰啊，佩戴在身上啊，觉得这是啊很有富贵的这个气派了。西方极乐世界这些东西啊，暂时珍宝，这个经上常讲的七宝啊，建筑材料啊，啊，建筑房屋啊，用七宝来建筑啊，那什么自信的、诚信的。我们现在没有见性，自性里面无量无边的财宝不能现前啊，那怎么办呢？只有靠修德了啊。修德譬如工作赚钱呢啊，修哪一种德得哪一种果报，佛知道。现在这个世间拥有大量财富的，过去生中修的因呢，这一生得的果报啊，过去生中不修因，这一生对于财富就感到贫乏了，短少了，财富怎么修的？财布施啊，布施是真因呐、啊！啊，你能够以财宝帮助一些
贫穷的众生，你的果报得大福。你以智慧聪明教化众生，你得智慧呀、啊！你以慈悲照顾一些苦难众生，帮助他们离开恐怖，得到平安，你的果报是健康长寿啊。我们希望自己啊得到财富，得到聪明智慧，得到健康长寿，不懂得修因，你怎么会成就呢？你现前所拥有的，你前世修的因啊，你这一生当中享受你的福报啊，这一生当中不知道修因，来生福报就没有了。所以佛师门中有求必应，这个话是真的，决定不是假的啊！财布施越施越多啊！世间人听了佛的话半信半疑，不肯去做，这什么原因呢？对于这个道理跟事实真相了解的不够透彻，所以在这个里头没有具足信心。如果透彻了解，你有信心了啊，你这一生当中这三种果报啊，轻而易举的就得到了。佛法里最难的是做佛啊，做佛都能够成就，何况这些小事啊，这些财富聪明健康长寿，在佛法叫小事一桩啊，很容易得到的啊。这是讲啊，能令众生的心满足啊，你心里头想做佛，佛帮助你做佛；你想做菩萨，帮助你成菩萨；你想富贵，帮助你富贵；你想功名，帮助你功名。没有一样求不到，这些道理方法都在《华严经》里面啊，所以《华严经》是圆满的教科书啊。请看第五首：众见摩尼尊处世宫殿中，颇为住群僧善养于大法。这是妙谛天主智金刚身他的赞颂啊，他示现为一切世间主，以这个身份来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啊。我们看他的赞颂，众是众生啊，是大众。摩尼尊是世尊啊，是佛啊。大众啊，看见佛在世法宫殿当中讲经说法，
自然起尊重之心。这个事情谁能做到呢？过往才能做到啊！过往礼勤师尊在皇宫里面说法，讲经说法，由此可知，过往护法这个影响力太大了，影响到全国。不但影响到全国，影响到全世界。啊，你的邻国听到这桩事情了，他也效仿。啊，所以修福造业，那个大小果报，《了凡四训》里面讲得很好。从哪些地方看呢？从它的影响，它影响的面有多大，影响的时间有多长。如果影响的面越大，时间越长，那个功德福德不可思议。我说话了，说了一个功德，说了个福德。功德福德怎么分呢？主相就是福德，立相就是功德，四是一样的。啊，这个帝王啊，离情佛陀在宫中说法，啊，说给这些大臣。啊，他的这些臣子们听，啊，宫中之人来听，影响的面大，全国人民知道这桩事情了，哪一个不敬师尊呢？哪一个不祈求听师尊说法呢？我过往都听啊，过往都尊敬啊，你就晓得影响的面多大啊，影响的时间长远啊。如果这个过往起心动念是为正法久住，是为众生断恶向善，转迷为悟，转凡成圣，不为自己，它是功德。如果过往的意思呢，祈求自己王位呀长久，传宗接代，社会安定，世界和平，啊，人民安乐，是福德，不是功德。为什么？这是他过往的政绩啊！啊，当代后世的人赞叹是好过往。他还有一念夹杂在这个里面，把功德变成福德了。啊，如果说一念私心都没有，他的做法是功德。功德能了生死出三界啊，而他将来能做佛做主啊。福德呢？从人王会升作天王，那福德太大了，人家没这么大福德了，他到天上去做天王去了。
所以大福德的人修福确实比一般人容易啊。但是诸位晓得，造罪也容易，所以一般凡夫想修大福很难，想造大的罪业也不容易啊。但是真正通达佛法难也变成容易啊。我贫穷，我以一文钱供养三宝来修福报，这个福报可能等于帝王啊。为什么呢？你的心真诚，心清净，心平等，心地慈悲啊。这个心呢与法性相应，你的一文钱随着发现呢，那个功德就无量无边了。这个道理啊，这种修学方法在大乘经教里很多啊。啊，这说明贫贱人可以修无涯之福啊。过往一定是菩萨，不是菩萨很难做到啊。啊，那么在中国可以说历代的帝王虽然不尽是菩萨，他有菩萨带头啊。什么人是菩萨呢？头一个汉明帝。汉明帝听说佛陀出现在西方，派使节到西域去迎亲呐，国家派特使啊去迎亲佛法。果然把摩腾诸法兰请到中国来了，皇帝尊他们为老师啊。啊，待以过师之礼啊，留着两位尊者在中国讲经说法，弘法利生。他带头啊，带头的不是菩萨是不可能的。他这一带头呢，历代帝王都效法，历代帝王当中有菩萨来，就是这个地方讲的妙臂天竺至金刚身啊，就是他这一类的啊，事先护法，以帝王的身份来护法，弘护正法了啊。那么在清朝可以说真正是菩萨的帝王啊，我们能肯定的康熙、雍正、乾隆这三个人肯定不是普通人，经常礼勤法师在宫中说法啊。我们在梅光系居士大乘无量寿经序文里面看到的，他都提到啊，
清朝初年这些帝王殷勤高僧大德在宫中讲《无量寿经》呢，几乎是定为定科。他自己带头学习，这些大臣，宫中里面所有的人都跟到一起学习啊。这个对于佛法在民间的影响太大太大了啊，所以这个三朝啊，高僧辈出啊。这些出家人在家居士当中，很多是佛菩萨应化而来的。金刚神做雇主吗？来护持吗？佛菩萨都来了，人民有福报啊！康熙60年，雍正13年，乾隆也是60年，他们合起来差不多有150年的样子啊！这150年太平盛世啊！众生有福啊，他们给我们做了最好的榜样啊，在中国历史上真的是稀有难逢啊，菩萨来做国主啊。好，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